法库里超远距离三分弧顶，再有极限，这球极限出手，斯顿库里啊，这种节奏气质起来了，属于金州勇士卫冕冠军的竞技状态回来了。库里长舒一口气，胸中之前打客场征战两场那样一种憋郁的苦闷呢，现在是不吐不快。乔丹普尔再转移，漂亮，这球师徒组合，师徒连线，斯顿库里偷得一个防守篮板，再给乔丹普尔，漂亮，这球空中换手。之前乔丹普尔呢在底线位置助攻斯顿库里一个，库里上篮得手，这一下库里呢又是从后场精准长传调给前场的自己爱徒乔丹普尔，两者之间再度完成连线，打一掩护配合，对，给个换防，小高跑，这球二加一，真是打的属于 MVP 的风采，步调如同是精美乐章，现场球迷也是沉浸其间呢，看的好像是比赛，但如同交响乐一般。斯顿库里呢就是总指挥，面对对方基根莫里如同漏勺一样，这就是库里啊，他的三分投射如同是手中拥有这个热武器一样，随时扣动扳机，漂亮，这球哎，库明加，这球要是扣进呢，这真是炸裂无比，这就是库明加的意义。你看没看他打得比格林强多少？库明加看没看到双脚点地腾空而飞，漂亮，在空中闪转腾挪，这简直在空中啊，身体扭成三道弯。接下来再转移，又是小一哥，一个打拉，这简直的穆迪啊，哎呀，看起来跟像穆迪似的，没有想到是库明加啊。这勇士队啊，这样一种传承，这样一种这个新老啊，无形当中互相之间的交替传接，之前那会儿一直被球迷寄予厚望的库明加总算是登场之后呢，完成了几次精彩暴扣，尤其当时隔扣萨博尼斯那球要是干进了，绝对是季后赛的又一名场面了，完全可以致敬去年维金斯隔扣东契奇那一球。鲁尼在转移，克莱汤姆森面对方萨博尼斯要单打呀，以小博大吗？后撤金鸡独立中距离，好在篮下，漂亮，穿裆传球，斯顿库里小抛投插板，有了。库里和卢尼两者之间的连线看起来比格林和库里之间的挡拆顺眼多了，这卢尼啊打得多清新，干的那球啊，卢尼前场篮板这个争抢能力远胜于格林，漂亮，连续后撤三分球，又是弧顶抢篮板，卢尼这场比赛卢尼多少前场篮板了，再接再厉。勇士队今天打得酣畅淋漓啊，把格林这个毒瘤摘掉之后呢，进攻这块确实是流畅啊，简单直接，就是这么干脆。传球转移，迪文琴佐给他机会，走篮下，又是穆迪双手暴扣，穆迪已经同样的打法连续两次了，国王队立马得叫暂停了，你这同样的亏你不能总吃啊，当当都一样。穆迪漂亮积极拼抢，这个争抢地板球差点啊，给勇士队50%对50%的机会，穆迪很明显这场比赛防守这块有当年伊戈达拉的气质。你看勇士队无形当中形成了新老交替了，格林的位置由库明加扛起，穆迪呢就扮演好当年的总决赛 MVP 伊戈达拉的戏份角色。